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来到 MIDI 三里一面设计联盟，我是阿哲。今天我们要玩 Minecraft 地图，我们今天玩的是逃脱女仆咖啡屋，是由阿鬼做的。然后我承认又是由那个被标题所吸引的地图，哎，标题真的吸引人吗？好啦，游戏规则，请不要破坏任何物件。二，成功设置的机关不可以拆除。请把难度设为和平。如果你不想玩怪物咖啡厅的话，我倒是蛮想的。请把亮度调到最亮，请仔细阅读所有的告示牌提示与说明。隐藏成就之一，咖啡，我跟我讲咖啡，饼干爱好者取得啊，是什么？0到3个手工饼干哦。为什么是0到3个？隐藏成就之二，甜食中毒者取得0到1个女仆手工蛋糕。结局，双结局系统 ，Bad and Good End。请往右边观看本次的故事介绍。右边，这边吗？好像是。好酷啊！这边是椅子，然后这边应该就是那个喝咖啡的地方。咦，我怎么还在这里？难道是刚刚吃了一个超美味的蛋糕，而活在自己的幸福幻想小空间里吗？是被女仆给……还有刚刚那个跟我玩来追我鸭的女仆，怎么也不在这儿？奇怪，周围都没人欸，大家都去哪了呢？先四处找找好了。不过在那之前，我想先去厕所。厕所？没有厕所啊。所以哦，那边应该是厕所啊。这边。那我们就走南侧吧。先走南侧了，之后再说。灯亮了。这什么啊？新扫日记簿上面写着，最近总是有几个人待在厕所很久不出来。那这又是什么呢？前面还有，是便秘吗？但是总是有奇怪的声音呢。这个声音吗？那这边呢？居然有人直接挖了一个洞，这边厕所也太恐怖了吧！真的好恐怖哦。看来是开了东西。地上掉了一小片撕碎的粉红色和服布料。我想太多了。究竟是什么呢？那总觉得头有点晕啊。请瞄准中心的标志设计。我在上厕所。好了，上完了。我们再观察一下。这边是不知道是谁想偷窥的，放了一把楼梯，地上洒落了几颗弹珠。这是什么呢？看来这里是没办法看到对面的，只能开门，不能看对面。那我们到女厕好了。反正一定要去找一下嘛。这边有一个牌子吗？工具间哦，所以这边是工具间啊。这边女厕、洗手台灯等等。然后这应该是没东西了。工具间，我们先从工具间开始好了。怎么又是梯子啊？这里怎么会有一把楼梯？得到一张名叫小猫的员工 ID 卡。这边原来有东西哦。我们拿到一个唱片。
我们再上去一下，看有什么东西，应该就没了啦。这边就是隔壁，嗯，所以唱片就是 ID 卡吗？或许吧。嗯，这边，请不要把卫生纸真券拿走。没有卫生纸啊，看来已经拿走了。好吧，这是还是用完了，谁知道？那这边使用完毕，请记得冲水。好，冲完水了。等下，这下面是什么？是可能我眼睛有问题吧？对啊，应该没个哎。我什么长得不太一样啊？大家有没有发现啊？这下面好像暗藏玄机耶，是这里面有东西吗？没有啊，好想看哦。算了，应该是没东西啊，等到卡关的话再说。嗯，我觉得这个女仆咖啡厅好像看别人玩也要玩三四十分钟，就至少啦。所以我的话应该是玩一个多小时吧，所以应该是注定要分好几集了。杂志柜没东西，然后有一张店员写的纸条，上次打扫时把柜子上的按钮拆了下来，之后就找不到了。记得那时我忙着给一楼的客人送餐点，柜子上的按钮，所以如果我们找到按钮的话要放到柜子上。员工 ID 卡辨识器，太瞎了。然后出餐准备区厨房没东西吧。哦，看来是没东西。我们先逛一下其他地方好了，以免漏掉什么东西。像这种地方就是超容易藏线索的。不要再吓我了。这上面是红石吗？有没有看到上面有红红的东西？然后这个桌子也很可疑。不过好像没东西耶。对啊，似乎是没有。好吧，那我们就，忘了看这边了。这个厅，是什么？风向好像被关起来了，开关可能是员工才能开启。啊，真的锁住了。那我们就只有一条路啦。这边有东西吗？应该是没有。啊，那我们就到厨房。哦，厨房长这样。开个灯吧，好暗啊。亮了。然后这边是，天哪，有着瓦斯炉与洗手台。好酷哦，居然有这种东西。洗手台可以怎样吗？什么声音啊？哪里啊？不知道。红砖烤窑，看来是开不了。里面还真的有在烧东西，这边就应该是没东西啦。看来是炉火的开关，开没有啊？没有啊。然后放着一些糖与香料。哦，居然还有化学物 X， 没有吧？哪来的化学物？这边吗？没有啊。新鲜的南瓜，没有化学物啊。进口食材，哪来的化学物啊？是这个吗？不是吧？哪里啊？根本没有啊。算了。那这边是
工作台，不晓得有什么意义。这边应该都看过了，没东西。然后这边也不知道是什么。这边应该也没东西了。那我们就上去吧。这边有点暗。旁边应该不会有东西吧？画变电箱，变电箱有什么？没什么。然后这边是画，看起来十分可疑，我好像都点不了，对吧？哼，这哪来的画？这什么画？然后这个是，这是什么？是鞋柜，说我要放鞋子进去哦。我应该没穿鞋子吧？有吗？反正我也脱不掉。那我们就直接进去吧。这边好宽敞哦，跟一般密室逃脱不太一样。环绕音响与超大荧幕，舒适的沙发，广阔的空间与美好的灯光。还不错，挺高级的。卧室进不去。这边是灯，我来坐一下，欣赏一下这美丽的画面。好了，没画面，这边应该也是有灯，全部开起来。那72寸液晶宽荧幕，有72寸哎，有吗？这个真的是超宽的，好像比一般荧幕还宽啊。浴室的自动玻璃门好像没有电了，去玄关的变电箱看看好了。虽然变电箱的洞口很小，但你还是试着把手伸进去调整。真的可以调整啊。然后电源线好像断掉了，插座就在正后方。接上后，浴室好像传来声响。书房的门把好像坏了，去哪找找看好了。好多任务哦，先一个一个来啊，我们先找变电箱好了。他说手伸进去会有吗？看到了，就里面有东西，问题要怎么弄？哦，我还真拿，还真的开起来了，哇，厉害！所以，我开了，进去吧。哦，听到声音了，滚筒式洗衣机，有东西吗？搞不好可以放东西进去，然后就会触发什么东西的。要洗一张衣服，居然有一件胖次内裤，胖次。米秀，不对，你好心的帮他就用洗衣机洗涤一下，你看，我就说了，这一定是要丢进去的。噔噔，开了，应该是开这个。使用后请记得冲水，这是什么？没东西啊，连蓬头。该说像吗？上面还有，这真的是连蓬头吗？没东西。然后这里面是浴缸吗？卧室附近好像传来声响，没东西。对，都没东西。然后刚刚那开关也不知道是干嘛的，没有声响啊。所以这个是无意义的房间吗？还是已经触发了什么东西了？我们看下去。我听到声音了。究竟是什么呢？楼上，就看我。所以嘞。还有什么东西可以开的吗？这我们之前没去过哦。对，卧室，是一个不能躺的床，超大的。我能可以躺吗？
不行啦，我只能站在床上，真的是好讨厌哦。上面哦，我睡在这边一定很有感觉嘛，就在这边然后睡着，然后你一张开眼睛就是这个，然后心情就很好。这边应该是女生和男生吧，双人床欸，而且超大的。这边是灯，应该是这边应该要放一个镜子，然后就在这边做个打扮一下，然后这边这个地方就十分的可疑了。我不太相信没东西。然后这边有很多柜子，就是甜食女仆装首饰，原来这是女仆的房间啊，可以上去了。不过上面应该是没东西了。然后甜食被拿走了，女仆装被拿走了，首饰被拿走了。然后居家零件睡衣内衣裤，居家零件拿到一个中继器，睡衣没有，内衣裤没有，居家零件是电视的开关吧？这边又有画了，跳跳跳，没东西，里面应该是没东西，对对对，然后好多中继器哦，哦，为什么把它拿掉了？他是故意的可以让我拿掉还是什么的？真的假的啊？我很怕拿错。这收音机与一些同化水，我会不会拿多拿了、啊？为什么打一下就掉了？我们放回去好了，丢掉。我怕我拿错，这么多中继器应该不是给我拿的。然后没东西了吧？我觉得真正的卡关应该还没开始。这是女仆的那个啦，女仆的客厅啦。原来女仆也住那么好。然后这个是，我们一般要把中继器放哪？插座这边哦。我很怕我放错。看来不是啊。惨了，我不知道放哪啊！我把红石打掉了。我在干嘛？是我要放哪里啊？应该都不是啊。这边好像也不是啊。是人才刚说，好像真的是卡关了。居家乱放。刚怎么亮了一下？这放弃？对啊，真的亮了一下。哇，棒哦！哇，棒哦！终于开了，开了什么呢？应该不是这个吧？这个门关起来了，究竟是开了什么呢？书房没有开，卧室一直开着，还是里面的门好像都没有啊？该不会换里面藏门？不可能。到底是什么东西开了？听刚那个声音好像有点远，又不算太远，还是这边吗？究竟是什么呢？这边没有，这边也没有。所以应该是还是关起来了。没有，它好像就一直开着了，应该是吧？到底是哪里啊？在外面吗？不会吧？变电箱开了、啊，
啊，还是这边，有那么远吗？我不相信。对了，应该没那么远了，还是楼下吗？是吗？应该不是这个啊，这个是关的啊，对啊。奇怪嘞，应该不是这个啊。这边应该没有什么不能开的门吧？对啊，应该没有，应该没有，对啊，没有。我现在发现这是个女仆的图，有点像。会不会游戏中真的会遇到女仆啊？就是麦克的那种女仆装那种，还是只是一般的村民？或许吧。这开关应该没有用吧？工作台，对啊，应该是没有用。刚刚那个门到底是……没想到开了门又卡关了，这是应该都是对啊，检查过。变电箱，还是要再把它关掉，不要关好了。再看一下好了。刚明就有开门声啊，还是丢掉然后再放一次。看来不是，那我到底要放哪？插座就在正后方啊，这里啊。不是啊，这边明就换过了，烦呢。街上浴室好像传来声响，对，我刚刚没看到这一句。浴室啊，不是啊，这边浴室根本就来过了。哎呦，又卡关了，这里啊，怎么可能？然后每次经过都有声音，插座啊，奇怪嘞。真是很怪，我还是不懂他的意思。哦，有人，好啦，到底放哪里啦？刚明就有开门声啊，书房啊，不是啊，刚规则是不是说接上了就不能再拿回去了吗？不会吧？还是上网看一下好了。有没有发现我每次的，几乎每次麦那个实况麦克的地图都是这样，你是说要重来？这边没有东西啊，这样。好啦，无解了，无解了，那我先这样了，之后再来。Hello，大家好，回来了。然后看了一下别人玩，好像是接电视后面了。我之前不是接电视后面叫几次了。我就是因为我方向错误了，哎呦，烦死！然后这个门好像之后又关了，然后可能是 bug 了，可能好像要再把它给开起来的样子，丢进去，丢啊，然后这扇门开了之后呢，这边就有活塞，就是后面的那个电视，然后这边就有箱子，我们就拿到控制杆了。然后剧情就又开始了，总算。我们就进去吧。这边是书房，书房门吧，书房有这个。然后你突然有点累，靠在椅子上休息了一会。靠着，我也上不去。然后。对啊，没东西。这边是右边的柜子，上面好像写着什么，记载着一些品尝红茶的秘诀。这边没东西吧？隐藏食谱。墙上贴，
墙上贴着一张破旧的手纸。若是客人太多，就把厨房的拉杆全部往上拉，二楼的用餐空间就会开启。这哪招啊？做蛋糕最重要的就是心。嗯，所以我们待会要把那个开关全部往上吧，这样往上拉。所以，对，我们再检查一下有什么东西。这边是柜子的后面，好像还有房间，对啊，有看过。应该没了吧？我们上得去吗？上得去、欸。跳，应该跳不够那个桌子了。怀疑那桌子。不过应该没东西啊，也不要无聊到这样就好了。那我们就把开关全部往上拉，然后应该也就快要30分钟了。对，然后我就要分第二集。快点啦，然后我们来往上拉的吧，拉拉，全部给它拉上去。哦，下面全部拉完就开了。这里是开了吗？真的假的？应该不是这边啦。对啊，不是这边。应该不是吧？还是刚厕所里面的梯子？是吗？是这边吗？不是啊。这应该是厕所咯。还是就在这边。是什么？可以上去吗？真的有东西耶，它是什么？饼干。总觉得这里不太对劲，安静的太奇怪了。这太小了啦，谁看得到？我来那个看一下好了，因为它实在是。墙壁有些摇晃着，天看来快黑了，不管了，快离开这里吧。那我们这有什么线索吗？只是拿到一个饼干而已。然后看来这边是没有什么所谓的二楼的咖啡厅，所以我们去厕所看一下，有可能吗？所以人太多，他们就要去厕所了，这太奇怪了吧？真的有这回事吗？不是啊，这边就是咖啡厅啊，我在搞什么？这边应该是线索比较多的啊。真的如此神奇吗？好像不是这里。那什么声音啊？应该不是这边吧？究竟是哪里呢？哪里？不是这边哦。到底是哪里啊？连个咖啡厅都找不到。这边不是。哪里啊？二楼咖啡厅在哪里啊？然后我拿到一个手工饼干了，哪里啦？奇怪了，该不会是地下室吧？怎么可？
哦，哦，好吧，买了一些娃娃与可爱的装饰，娃娃，没有啊，这边没东西。然后，哦，好暗哦，楼下好暗，先去开电源吧。电源在哪？电源嘞？楼间储藏室，我要电源啦。这边完全看不到东西。电源在哪？电源，这应该是这边吧？收银台，非工作人员请勿进入。不是电源呐、啊，我先要开电源呐、啊，看完太全貌。还是电源就在附近，然后我却没找到。你真的好暗哦，它就在这边啊。对啊，好像，没东西啊，这边不是啊，电源都不在这啊。找到了，找到了，真是那么久，哦，全亮了，哇，真是有够宽敞的。好了，我觉得这次实况就到这边结束了，然后谢谢大家的收看啦，请大家期待我的女仆咖啡厅第二集嘛，那就到这边啦，拜拜。